第九题、第九、第十题是题组。香吉士在厨房准备了下列几罐东西：米酒、醋、优酪乳。请回答第九题跟第十题。第九题是问说，香吉士今天晚上准备煮一道糖醋海王类，他先将米酒倒入海王类的肉中烹煮后，再加入醋，结果就有一阵阵特殊的香味溢出，这是因为产生了什么？我们看到了特殊的香味，我们就想到会产生此类，同时我们也知道米酒是酒精乙醇，那么加入醋是乙酸，有机酸加醇会产生酯加水，那么更确定我们有想的是没有错的。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，这是因为产生了什么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酯类。